好，我们开始喽。他头发很多吗？很多的，我看到了，露出一个头，头发超多的。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哇！都出来了，哇！终于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出来了哦，来了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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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傻瓜来了。这世界要多了一个二宝爸，准备好了吗？期待，期待哦！你应该是在这边吗？在这边。我当时比较惊恐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忘记手机房间了吗？我也忘记长这样了。你可以靠近一点。好。上次是几月？三月啊。一月。一月，你开始晕了，可以开始问问题了。你是不是重男轻女？你是不是重男轻女？啊，你有吗？老实讲，你有没有重男轻女？有有有，你看吧，今天是第一台刀哎。对啊，第一台刀要卸货了，老婆，期待吗？期待啊，因为后面还有其他手术要治疗。要买包吗？我没有要买包啊。终于要卸货的心情是什么？终于要卸货了，嗯，还是期待。我现在回想起我第一次，完全没有记忆耶。要再生第三个吗？不要，不要。结扎吧，你结扎想要在哪里结？这里啊。结扎的过程是什么啊？你又听不懂。他的结扎还可以出一支影片，之后还可以套开。没有办法哦。没有。我真的觉得人体很奥妙，它可以控制。医生只要接不动的话，哦，好，医生还好。别聊天，你别聊天了，老婆。他是很强，超强的。好，我们开始喽。他是很自豪，你帮他开那个疤，很漂亮。对啊，就压力更大。我会好好照顾。他头发很多吗？很多的，很多的，很多的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露出一个头，头发超多的。嗯，头发好大，比木木大。手长脚长吗？好可爱哦，有双眼皮啊，老婆。其实跟木木很像，很像，很像，跟木木很像。哇，十点，明天十点十分，十点十分，还没出来。七八。九十，哇！都出来了，木木，哭了哭了，很好，他自己在哭了，像木木哦，很像，对不对？很像木木，我觉得很像，不是木木，好可爱哦，大家都期待你出来，朵朵，朵朵，朵朵，好像哦，朵朵，朵朵。看他的嘴巴洗一洗，像你吗？嗯，就是像我。他出生也是很温柔。对啊，也是温柔。告诉我的。我看一下你的手手哦，要把蛋取材手手。啊，妈妈在这里耶。叫爸爸。爸爸。啊，好温柔啊，弟弟宝宝。多多叫爸爸，欸，他现在如果叫妈妈，吓死！自然哥就做到今天了，今天的借口。终于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出来了哦。借从爸爸，爸爸，气味可以长。他也擦一点花生油，加花生油。不会，我觉得他开始开始就有脸比较肉一点，默默比较重。不要进来，我怕他。木木说不要进来。No， 他说 No。你看这个脸像木木，对不对？像木木在不要哭的时候，刚那个像木木不要哭的时候。好了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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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傻瓜来了。这世界要多了一个二宝爸。你刚说你承认你重男轻女了？有吗？有，很明显。你刚说对啦。哟。要睁开眼睛呢，睁开眼睛，看妈妈，你看妈妈，你看妹妹，妹妹出来了，笑成这样，笑成这样，朵朵，对，妹妹，朵朵，妹妹出来了，对不对？